好像要变就是你们这个兄弟情，嗯，好，兄弟情默契的，默契的。我先洗个牌啊，过来是好，随便抽一张，随便抽一张。好，你先抽，来看一下。好，你抽，随便抽。好，给观众看一下，你们各抽到什么？好，抽到的是黄金山，你抽到什么？可以讲出来没 ？OK， 四，什么是？砖块四。都是红色的、啊、对，我觉得换一张啊，你可不可以抽一张黑色 ？OK， 好，对，随便拿一张黑色，这样比较好分辨。OK， 黑色的吗？那也是红色的，黑色红色，好，这样变到什么色？抽一张黑色，好，好、啊，也是红色，就一样黑色，对不对？对，随便黑色安排好，主表。哎，终于，哎呦，三了、啊，有没有三？三哦。好，喂，你抽到是红色的，对，红色先放上来。那你抽到什么？没有发生。好 ，OK。好，所以呢，再考考大家，刚刚放的第一张是什么？第一张，红心山。红心山是谁放的？是我放的。好，所以你是红心山，先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红心。哎，不是吧？红心山应该是最后放了。第一张刚刚谁放的？第一张是他放的，我放。好，你放第二张，那所以放在上面的应该就是你。这是我的。仔细看一下，好，这张特写一下。所以梅花山是你的吧？对不对？对。OK 吧？梅花山你的吧，压住，手压住。那第二张就是你的吧？好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都没有动任何牌，好不好？互相对看一下，来一个飞吻。好 ，OK。好，来打开一下，你们牌已经瞬间交换了。哎呦！好，这个是很快的魔术。你怎么弄的？这是。